回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就开放我们的这个人潮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来到舞台上亲自索取 JJ 林俊杰的亲笔签名。好，也请大家维持秩序哦，听一听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指示，然后麻烦在旁边的朋友们先开路，让我们让这一位粉丝 OK 先离开我们的现场。是，请大家来合作一下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还有其他的一些粉丝们，可能这个时候是在二楼、三楼、四楼，想要买这个台湾版的《因你而在》的专辑，或者说想要购买这个呢演唱会的入场券的话，就是在前面的这个部分 ，OK， 我的11点钟的位置就可以让大家来买到专辑了，所以赶。